大家第一次听到的第一首慢歌《分合》，大家会不会唱啊？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？手机灯还不要放下来哦。对对对，旁边的朋友，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好不好？最想要最想要都还是你，曾经为你活着，至今仍未结束这段旅程。该嘲笑该苦笑该忘掉绝非记忆，梦想就此停格，谁都难些许那份快乐。时间交涉，让不停运与男人回头守护最初的清澈。熬过了分合了，变成最适合的人。谁相信的我相信的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割。距离只是让人承认想念的删不掉所有记忆，祝福然后清晨，寂寞让人冰河一度消沉。想依靠想微笑想拥抱，仍然是你千年记得永恒啊。我需要有你重获新生，等一下，重头戏要来了，重头戏要来了。对，各位小朋友们，看到好多好多小朋友。对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大家就知道重头戏唱哪首歌是吧？哎呦，厉害厉害！但是今天不是星期五晚上，所以今天不唱。星期六啊，所以今天不能唱。我们不唱，不行啊，这样子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，而且大家现在都是坐着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会不会音乐一放，大家都会活动一下？对对，我觉得大家要小心安全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今天尤其是前面，哎，等一下前面有这一小块区，如果小朋友等一下想要一起活动活动，活动活动可以一起来。而且我们现在呢，要玩一个游戏，是游戏吗？应该跟大家互动的游戏，跟大家互动的游戏。等一下，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希望有五位朋友跟我们告奋勇，跟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
未来想当 Energy 的五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人挑一个，大人小孩我们都可以。妹妹好，妹妹好了。妹妹可以吗？D 去找一个，妹妹找一位，他叫苏伟哦。哎呦，哎，就你了，好可爱哦，小男生。来哪一位？这位小朋友，这个昆达我爱你的那位吗？哇！哦，这位对不对？哎，他有穿我们的 T 恤。对啊，上面还有五个我们的大头。哇 ！Q 牛奶。哎，弟，你要把来给大家看一下牛奶的牌子。而且你是坐在触电特 A 区，对不对？哇！哎，我们现在只有找两位，阿迪达，亚达，你要找一位，我选啊，来，好，来，要不要找一位？再找两，再找两位，好，哎，我们现在两位啦，还有三位的名额，大家谁想要上来啊？要找小朋友吗？牛奶，你可以找大人啊，你可以找大人啊，找大人啊，对啊，还是那个宏基的员工比较。谁呀、啊？推荐一下好不好？对，身强体壮。谁身强体壮？哎，那边有一个白色，啊、被拱上来的，就你。对，我们上台先询问一下有没有这位怕高或膝盖的膝盖，好不好？但是因为大朋友呢，等一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先热身一下。哎，你是选哪一个？牛奶，你要牵着手牵着。都上来吗？去找牛奶，都上来哦。还是选小朋友好？小朋友，来。哎，那边有一个超爱昆达的弟弟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让昆达自己选啦，牛奶让昆达自己选。昆达选，对，昆达自己选。有昆达，我爱你的那个手机嘛，还穿着平常跟你穿的是一样。妈妈超爱昆达的那一位。来上来。是吗？这个弟弟，对，感觉很冷静，跟你小学时候很像，因为你小时候也戴这个柯南的眼镜。我们现在几位了？被完全不想理你，无视。然后还有1、2、3、4，还有最后一位的名额，好不好？哎，哪一位？大家好，我是 Toro， 谁要跟我？我这样一定是他了，他弹跳成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就请这位，这位来，对，好，没问题，保留体力，好吗？对，那奶哥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来，好不好？你跟着我，在旁边，在我旁边。对，然后小朋友跟那个Energy 叔叔们，脚先动一动哦。接下来，脚动一动，先哦。膝盖要先暖身。膝盖动一动，好不好？膝盖动一动。你会紧张吗？妹，你会蹲吗？我帮你拿，来，妈妈拿一下。好，动一动哦。我觉得我要看昆达这一组，因为他刚被无视了一下。没关系，我现在不理你的。我现在跟他认识一下。好，你要问，是被妈妈逼上来的吗？是。那你有16蹲过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知道，知道哦，还好，我们是 Energy。哦，好险，还好，我怕他说16吨的叔叔。哎，来访问一下我们唯一的大朋友，你压力很大哦。我看你满头大汗，你代表全场的大人哦。对，不能输哦。你膝盖好吗？我跳不起来怎么办？那就一直蹲着。有一天你会站起来的。那弟弟妹妹，你们会16蹲吗？会。那我们等一下一起蹲好不好？好。哇！要成功蹲完16下，等一下有礼物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等一下准备礼物，等一下送给你。牛奶，我要 Q 回来这组，因为这组对话还没完成。对。对，笨蛋，你跟他对谈还没有完成。不是重点，他站在 C 位，站得非常的怡然自得。正C位啊，弟弟中间队长好不好？那你会跳舞吗？会哟。你会跳什么舞？星期五晚上。会哟。怎么跳？哎呦，现在是，不是用唱的，用跳的。现在是，我说的是用跳的。好，那你等一下我们跳的时候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跳。你可以一起吗？好哦，好，那我等一下会看着你哦。好不好？加油，好不好？那是妈妈吗？来帮你加油哦。对，你怎么那么冷静啊？没有，因为他第一次上到这么大的场面。我想问一件事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他叫做昆达。对。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涛龙。哦，其实我叫鹿丸啊，就看过《火影忍者》。秃头龙。
没关系，那你们五位先在旁边，我们要先，没有，我们先在旁边，等一下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要请你们出来一起跳哦，对吧？我们要先给海报，还是你要一直站在这里吗？也是可以的。等一下，不要紧张哦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下会有工作一个舞蹈老师叫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出现了，你们就，我们先领礼物好了，先领礼物，弟弟妹妹等一下认好哦，你先跟我过来一个 ，follow 一个阿姨，一个我们的亲海报。欸、他死站的 C 位不走，他不走，太想站 C 位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不要下去哦，等一下我们会再叫你们一起，叫你们过来蹲哦，好不好？那海报先给阿姨哦。对对对，好，在那边等一下哦。哇，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对。